江星驰，我跟你一组。看来你很崇拜他呀。不是，但人家天赋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点在哪儿？啊？朱韵，要不我们两个一组吧？咱们这实力差的太多了吧？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教你啊，而且我可以保护你啊。 你觉得呢？哟，这么快就分好了，行，把组名都报一下。李寻，江星驰。谁要跟你一组呀？不想比比吗？ 其实你不用跟江星驰比，人家是国家二级运动员，还是咱们校排球队的主力，谁打得过他？看来你很崇拜他呀。不是，但人家天赋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点在哪儿？啊？放开，这全是人。服不服？放开。服不服？五体投地。 下次再敢乱聊试试。我哪里乱聊了？跟我回基地干活。你不是开除我了吗？